時間可以幾乎改變一切，世界著名的滾石樂隊的歌曲預言成真。古巴政府多年前禁止滾石樂隊歌曲在該國境內演唱和播放，指稱滾石樂隊的樂曲帶有顛覆性。但是在剛過去的星期五晚，滾石樂隊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為當地聽眾進行了歷史性的免費演出，大約50萬人出席滾石樂隊在哈瓦那的演唱會。無法進場的觀眾就站在建築物頂上，從樓頂上觀望演出盛況。滾石樂隊是在星期四，當奧巴馬結束對古巴訪問兩日之後抵達哈瓦那。